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客家大学堂。今日结束在石岩，黄先生带我在石岩参观。首先给我介绍一下乡下关田村，以出车就出车里的，也就石岩村土生土长的，你自己推荐的。石岩村啊，一个啊双黄村啊嘞，七十台，七十台，七十台。我做种嘅做起在东莞长溪啊，头路诶。就车你开机。就车灯就开机落叶喎。哦。叶啲汤咧就喺我上网诶，有两只双叶嘅猪种嘅，在广田村传承，一阵做立新妇。哦。双叶就还有只猪种嘅，叫做立新葵。就来到广田，佢生咗就两只指甲人，两只人条，两只人条，诶，一只就淡水嘅，另外一只就薄罗，薄罗啲嚟。今日我来到广田村王阿公嘅老屋，你哋嗰个老屋，你哋老屋出嚟。你看广田村呢，哎，奉新庙也用讲的，俺奉新宫每年是农历1月13的，就是奉新诞。广田村呢，从2000年以后就恢复了对奉新庙的哎个庙会。我就传去供奉去柱香。当起老冯先爷，但系就舅父做孝，超厉害嘅，有间庙咯。全部拆桥啊！诶，门前诶塘水上面就拆桥嘅，后场我哋要拆开，拆开之后咧，就变嘢，人家门边就堆嚟大平安，所以冇得烂。后来等结账嘅，喺南上去。我做起王阿公家子啊，佢条四月前咧出钱嚟嘅。最近在人太，在人读书，在学校读书，在人太呗，在人两位。以前人跟冯新庙上边的石鼓，也打一只太糖水，又在当水哦。独见那糖水浸条，从来冇跌到过糖水去个，很奇怪个。新闻在哦，一条糖水好深哦。冇先到就跌落个落去喎，有条喺物嘅，有条喺老婆，一条老婆，以前老婆全部都喺农嘅，每家人拢挨两年、二年挨，拢是家务嘅，一家嘅，以前条老婆，工业在照。好太难，好太喎，滚田咯。以前啊，我爸在个董书记上13个山队啊。哎呀，上面有村头，你那边有村尾，村头村尾，哦。哎呀，有排行啊，一条尾人好太个。一条片人，看有人有钱没抄，冇钱没免抄，老婆，你睇我。冇拆噶，越出行几多？以上嘅一条梧塘，从条单尾下边塘水里喎，一塘水个新闻就起塘游水喎，话侬越出到矮路都一塘嚟嘅，以前冇名啊，咩滚田塘水哦？哦，滚田塘水，今朝就屯了一半，今来单位就封开人家，人家以前一条流水出来，流一趟出来，一条就冇水流个。汤公中间人啲有只木马都好浅好浅诶，全部都是塘啊，一到一趟去啊，一趟一切都是塘，一条水向那边流诶。就买哦，往北买都买哟。人家啲人家以前啊，有几只竹排啊，就上面在都唱竹排呀。我见阿老王阿公一两组牙来到有石岩湖，哎，你睇下土槽呀！
人家条土槽，一种土槽建设时间呢，大概在1976年，当时的石岩公社呢，一只建设的房子呢，就是呢，以梁为钢，前面甘蔗梯，用啊呢32000棵梅子树苗，它呢种植呢就会水。种梅子咧也会水，系咪？一啲比较干旱，开发村家听咧就建一条嘅水泥工程，一水嘅桥上，上面来经过也就吐槽一水流过，流过来边呢，也都吐槽咧，就系艺术嘅，测量啊，种挖土挖出来，种建咧。嗯，又就系木嘅符啊。也只个穿着石岩裤，岩面个穿着石岩水裤。就爱饮水啊！也趟个岩内建个时呢，就专门供石香啊、松江啊，啊条江底个用水。哦，嗯，灌溉用个。灌溉用个用水，也滴趟个也只石岩裤个厝老铁钢水库。老师的水库啊，拢合起来了，就作为啊深圳石岩居民啊，啊只出来水饮用水，就作业石岩水库的，有几条位就变成诶水位所浸啊，啊几条村呢，一条村按照马步哦，一条村按照江步哦，一条按照围江哦。一几条村呢，就石岩水库就走埋个浸埋，喺田度提，个人都是接浸埋。浸埋呢，麻布、江埔、威江一几条出人村呢，就是出嚟出钱啦，你喊做石乡公社。石岩呢，面积有几大啊？35平方公里啦嘛。有几多只岩石嘅居民啊？11000人，一万街天人是几年的呢？咁要从其本身到家爸，到家公，到家太，廿四代人呢，都要在石岩咧做为之人迹几年啦。咪时代开始算咧？最早到1920年啊。一九二几年、二三年啦，一段时间咧，100年左右以上啦。100年左右，四代人嘛。又在遐一片，即个王阿光先生嚟住，已经几大啊？啊，今年40。40岁啊？在香港都好难请得到40岁，我讲客家话请人员咯。你客家话都讲得到喎，讲到几好下。艾州唔咩好流利啊种。石牙老人所讲年纪嘅条，咩都会讲客家话咧。基本上都会，因为咧，好多石牙本地咧，佢在本地工作，本地人同本地人之间交流啊，工作都系讲客家话嘅，所以咧，佢条咧就比艾咧讲得行过好，行过流利。因为我咧在爱深圳啊科技啊那工作，工作啊种人咧都系爱听啊种人居多啊。唔少讲普通话多。讲普通话多啊。也有讲客话。客话也比较少，因为咧都系一条北方来一种人比较多。好像人种人居啊种人行咗冇老嘅，喺度就借到细路哥讲嘅。我就好少哦，因为我听嘅反应咧都系客话同埋普通话。但是像我爱太老，因为其实本地工作嘛，介条咧就系同教在有人讲一下客家话，但是咧因为学校咧都系讲普通话多，为了从小培养啊小孩爱普通话爱感觉，所以咧日常咧也系讲普通话居多。人样嘢喺度接触啊，一个喺度做唔啊，见啦讲到客家话。其后讲嗰条好简单，一两句。四分钟。一啲都唔得喎，即系孝啊，然后喊阿婆阿公嗰条，条咯。即系讲客家话在石岩咧传承嚟讲，都慢慢都消失咯。消失咧，我觉得就唔见得，但系咧就系某一种意识将佢保留、传承、发扬光大，就
意识咧就蛮浓。啊，像闽南人咧，改革开放之前咧，啊，听讲深圳咧天台系用客家话广播吓。诶，冇错，改革以前咧，深圳咧天台咧有用客家话来播放外面嘅新闻，然后内地嘅新闻，特别是沙牙咧。宣传站嘛，广播站嘛，更加咧，就用客家话播放沙岩地区的客家发生的事情，用个客家话播放。你要到几多年左右才冇播咧？到二零二零年左右啦。这个访问过程之中。我发现上一代客家话含义非常流利、老纯真，而中青年的客家话也很可以，它也使用范围老场合，俗称熟悉好多。天台广播也唔再用客家话咯，而家到留下一代的后代也好少用到客家话，所以我发现客家话在深圳石岩有萎缩的现象，估计二十年后也留香港的情况差唔多咯。形势不容乐观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啊现象，唔好变客家话，在自家同样上小事。好啦，我今日讲到呢度，多谢各位。